大家好，我是撞菜汽车的龙龙，今天介绍2011年那是卷七 MPV 2.2T 这台车超级划算，豪华大型七人座商旅车，以世界第一部智慧科技车的定位，配备许多独特的卖点，在当时风靡一时，以先进的电子科技打造世界第一部智慧车，该有的配备都有，简直是物超所值。再来看车头部分，搭配银色饰条，整体显得非常霸气十足，加上锐利型头灯和下排雾灯，旁边加上黑色气坝，流畅感十足。介绍车尾部分，菱形尾灯延展到车侧，简约与时尚的结合。这部两边车门搭载 Keyless Moment 免钥匙系统哦。后照镜搭配360度环景影像系统，打方向灯的时候还可以荧幕显示看左右方来车，而且可以达到最佳停车辅助，并有效注意后方来车，大幅降低意外事故发生。接着介绍内装部分，全车黑色皮椅，前面银色网状塑胶软垫，中间再点缀黑色与灰色的钢琴烤漆，简约又显得大气。前面还有恒温空调，后面还有加装四个空调，让后座的人非常舒适。中间还有液晶萤幕，让人超级享受。椅子旁边还有小挂钩，可以挂一些小东西，真是好贴心哦。再来，我们介绍电动座椅部分，一坐上就帮你调整最适当的位置，令人惊艳。或者自己手动调整都可以哦。我们来看驾驶左方。点开配备有电动后视镜调整、仪表板亮度、高感光夜视辅助系统、里程切换、油箱盖、电动门关闭、前雾灯、后雾灯、灯光自动开启、车道偏移警示系统、前面雷达。方向盘部分，右边是定速系统，右下于播放 CD 或 FM 收音机，左边是音响系统，左下是语音系统。仪表板采用简单全彩亮度，目前已经跑了73,051公里了。我们来看中控部分，这里不得不介绍10.2寸的萤幕豪华影音配备，虽然不是触控萤幕，在这里可以调整，有卫星导航、倒车显影，多功能影音非常优质，语音也非常赞哦。我按语音部分收起，开启导航，就会显示导航。最下方还有12V 电源插孔及 USB 插座，非常方便可以充电哦。后面还有两个自备架、三个自放架，空间置放规划的还不错哟。它还有天窗设备哦。中间座椅是可以收纳起来的，轨道可以用到最前面，再按这里可以直立起来哦。再来看我们第三排后座，有三条线，分别为1、2、3。三是辅助线，一是往前，二是往后。现在由我来示范吧，后座变成魔术大空间吧。
再来看引擎部分，涡轮增压，直列四缸 ，DOHC 双凸轮轴，16气门，能量消耗平均 9.5 公里，市区 7.4 公里，高速 11.3 公里，排气量 2200cc， 创造 3.0 公升引擎的扭力水准。不仅如此，排废气更是一举通过严苛的排污法规，这些傲人的成绩证明引擎之整体表现已经是世界级的水准了。影片就介绍到这边，欢迎关注中泰汽车，随时有新车介绍及优惠资讯告知，拜拜。实在就是 SUM。